来吧，大碗技巧是自己写的，根据生活经历的一段现实中的一种卖叫的虚伪的社会，蛋疼人类，送给大家。这虚伪的社会，这蛋疼的人类，我操，不要颓废，我操，勇敢面对，我操。 Yeah, check it out, come baby, 跟上我的节奏来，兄弟们，一二三，今天为了快乐们，大家难得相会，一起谈谈虚伪的人生，蛋疼的社会，自己编点小词呢，不知对不对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心去领会。最近的我感觉到特别的累，无论家里还是歪歪都让我疲惫，其实许多朋友都非常羡慕我，无论酒吧环境哪做的还算火，说一天靠着嘴巴就能把钱赚，那这笔没嘴早就有了几十几百万。那其实大家看到是表面的我，苦的累的时候那才叫上火。那就拿休息时间和你们算一算，一般人每天必须八小时睡眠，因为身体才是那革命的本钱，爱护好身体，保护好自己，兄弟我也懂得那其中的道理。那老婆孩子要吃饭的，男人就得把钱赚了，爷爷们吃的青春饭的，过了今天没下站。 You know and let's go, 我婚庆要起早，那酒吧要熬夜，我每年都有马拉松的，一年几个月，我凌晨才下班，那清晨又起床，我脚后跟打后脑勺，我哭爹又喊娘，那平均每晚一点我才能回到家，我倒头就睡，没有心思干其他。那老婆刻意穿的肉眼肉线，闭上眼睛打呼噜都假装没看见。至于那几个那有数血汗钱，我东扯西扯没见买啥，一会儿就花完。那所以朋友们那不必羡慕我，那反倒是觉得大家应该可怜我。我睡得比鸡晚，我起得比鸡早，那虽然兄弟刚过二十看得有些老，我身边的姑娘也越来越少，我真的羡慕各位又快快乐乐消费，没有压力没有烦恼， Happy everyday, Are you happy?那你再看看我，那原本的笨小伙，我一天累得板着抽的，着急又上火。这虚伪的社会有太多蛋疼的人类，我心中太多苦，没人帮你数。那勇往直前，加倍努力，明光才有主。哎，是个男子汉，那挺胸向前看。哎，身边小人就当是一群王八蛋。那假如再有谁说我变得如何颓废，小事别想操，那根本白倒费。那老子马上翻脸，就正式告诉他，我是海盗马大哈，一天到晚杀杀杀，有辙想去没辙死去，操你妈！虚伪的社会，蛋疼的人类，不要颓废，我操！勇敢面对！谢谢大家六六，谢谢兄弟们礼物，谢谢万数。小时候总听老人们经常说，他说树林子大，那鸟儿自然多，那水浅王八多，就遍地是大哥，那管他 A B 阿拉法呢还是阿沃俄，嘿，他们大金链的小手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小桌一放，啥事儿都忘。他们总听某某哥说这这那那，兄弟有事儿你尽管说话，真有事儿的时候，那哥哥话锋一转，他说兄弟。你能忍尽量忍，因为世界特别大，那到底有多大我也不知道，那大大大大一大大到底有多可怕，我去你大爷的。嘿，台湾大哥那话越来越多，那 everybody come baby 继续胡罗罗来，许多姑娘看这是真他妈的纯，出泥而不染就简直是女神，他们举止有礼貌，那谈吐很斯文，哎呀妈呀，苦苦寻觅完美的女人，那越爱越害怕，那越看越好看，你小心肝仿佛中了丘比特之箭，他向你眨眨眼，在自己拍拍臀，那身边所有男人当时肯定没了魂儿。那接下来的故事呢，你们能想到，因为有一种运动它确实很奇妙，你完事心中想是真心感谢党，是和谐社会才能刚刚让我那么爽，爽来爽去，爽来爽去，爽去爽来，你发现那个女人看你笑得特别瘆人，因为我传染病呢给了一个臭男人。这样一个故事要真的提醒你，希望各位保护好自己的宝贵身体。此时此刻，请问在座是否知道接下来呢我要说什么？